听说你是亚军，对不起，我是世界冠军。话说世界冠军哈，知道何俊刚刚拿了一个亚军，那作为世界冠军必须得刷一下存在感，证明自己的实力啊，对吧？这一把就来挑战这个何俊了哈。赛果看了一下，打得还不错啊，而且还是在二 P 赢了这个何俊呢，那比分还差距有一半啊，4-8。来看对决，牵制的不错，哎，这一波蹲姿被一个，哎，输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这能 AB 下 A 啊，打街头，就想脚接上，像龙死了吧，就点你，就点你，哎呦，可以，距离不错，直接推完命中，站 A 再抓重拳，哎，不必杀了，这还没晕呢，好，直接刚了，刚才应该重拳必杀，打一下这个伤害了呀。Round two, lady go. 给你点点，如果能贴身过去，来关厕所，哎呦呦呦 ！KO， 好，来看二发猴子，一晃骗一下，好跳起过来。大猪防的不错哈，刚，喂，打他，喂，又晕了，又晕了，稳住，稳住，好，打晕了，哎呀，进攻挺犀利的呀，啊，防御虽然说没有一些极限的确认哈，但有时候他的身法也是挺厉害的，神出鬼没，一个跳切。干一个，又开始飞行表演了，叽叽啾啾的，大刀，好，裸杀这波要还血了，哥们儿，刚，啊，三杀。哎，怎么确认呢？干，拿下了，好啊，恭喜恭喜啊！